林建国患者的情况我已经看过了，我建议你们做一次复查。林先生的这个肿瘤位置比较特殊，但是他实际的癌变情况可能比胃镜显示的还要严重。咱们明天就先住院。我明天有事儿，不去。你们还能把我绑上手术台？林建国，你老说我不负责任、不懂事，你呢？以身作则了吗你？把这套房子卖了，加上我和你妈一辈子的积蓄，都怕要填进去了。值吗？值。只要能把你病治好，花多少钱都值啊。那要是治不好呢？他就是怕什么都没有留给咱们俩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其实你父亲的胃啊，处于中期，只要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，有很大几率治愈的。我已经决定为你父亲出刀了，林医师，林老师，现在才知道我还是长大的太慢了。